您知道吗？美丽童花最怕什么？油桐最怕下雨了。今年的童花季因为接二连三地碰到大风雨，使得童花季提前结束。客委会原准备在全省各地准备1000多场的童花季活动，却因为气候的问题，到了活动日期却见不到童花的踪迹。童花因为下雨而提早凋谢，童花的花期大约在1到3个星期不等，但事实上每一朵油桐花都只美丽一天。当它在树上慢慢含苞绽放，接着就会在开到最盛最美丽的那一天掉落。一朵接一朵，为大地铺上5月雪。但这期间如果碰到下雨，许多来不及美丽的花苞就会被打落，而已经掉落地上的美丽花瓣也会被打得伤痕累累。因此赏桐花最好选在连续几天晴朗的日子过后，但在多雨的4月天赏油桐其实真的要运气。最好的赏油桐花地点以油桐树长得茂盛而且形成如隧道般的林荫步道最美。配合着树林、绿色草地或是木造阶梯，透过高低起伏的地势或铺陈，如一整片油桐花毯的草地，最能让人感觉浪漫。这时如果能够在树下野餐或者擂茶，伴着清风吹下的花雨，那才是最诗意的享受呢。台湾种植木油桐最多的是新竹、苗栗、南投和台中等县市，是台湾赏桐精华去处。不想远走中部赏桐，大台北都会近郊的土城、平溪、汐止、三峡和平林都有桐花，并以土城桐花公园花景最盛。平溪和基隆沿线开车就能赏花，台湾北部地区的新北市虽然不是客家人居住地区，还是有多处的赏桐花地点，而且每个地区都各具特色。除了赏桐花之外，还可以顺道观赏当地文化。这其中又以位在土城的承天禅寺最具代表。
每年春天承天禅寺步道与土城桐花公园的油桐花争相绽放，美景景致让游客流连忘返。桐花公园是由石寮溪流域、南天母山与火焰山构成的山谷为主，园内设置了萤火虫富裕区，白天可以赏桐花，夜晚则更可以欣赏萤火虫。有天灯故乡的平溪也是赏桐的好地点。而最受欢迎的铁道之旅平溪线，十分到金桐路段，沿途可以搭火车赏桐花，还可以漫步在古色古香的老街，体验山林绿意盎然的美景。如果要去深坑赏桐花，游客可以从五号高速公路直达深坑，30分钟就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桐花。顺便品尝知名的深坑臭豆腐以及客家料理。而位在石碇的永定国小则有一棵20年的油桐树，每年桐花季时都会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来赏桐花。除此之外，瑞芳猴洞地区的金字碑古道也是一处极佳的赏桐花步道。现在我们就以金字碑古道作为新北市赏桐花的第一站。金字碑古道是淡蓝古道的三貂岭段。三貂岭古道分为两段，前段是从旧猴洞国小到102县道，这一段有著名的金字碑及奉献式敬碑。一般人将前段称为金字碑古道，而从102县道接牡丹古道称为后段。三貂岭古道上的金字碑是立于清同治6年，西元1867年，由当时的台湾总兵刘明登在巡查三貂岭时，因为有感于山路艰险难行而刻碑抒怀，来赞叹这里的险峻地势。金字碑位在古道面南的山壁上，诗句涂以金箔，碑身虽已残旧，底座稍有腐朽，但整体典雅可观，因此当地乡民就称其为金字碑。目前已经列为国家3级古迹。
每年清明前后，金字碑古道就可以见到一群群的登山客来此缅怀台湾总兵刘明登所留下的金字碑遗迹。除此之外，在登山步道两旁以及阶梯上都可以见到桐花散落满地之景。抬起头来，一棵棵高大的油桐树披着一束束油桐花，如果仔细去看，有些花朵花型和颜色都不太一样哦。没错，它就是稀有植物中萼木。在金字碑临近的山坡上都可以轻易地看见它们的踪迹。中萼木是从冰河时期至今不曾变种的树种，属于一科一种的植物，目前已经公告为保育类落叶性乔木。每年三到五月是它的花期。中萼木花开期间也经常吸引大批民众前来观赏，所以在四月期间前往金字碑古道赏桐花时，也能观赏到中萼木的迷人花姿。今年新北市桐花季在四月三十号及五月一日在土城南天母广场举行。土城区是新北市最热门的赏桐区域，因为在这个区域内有承天禅寺和桐花公园，都是全国知名的赏桐步道。在桐花季期间，每逢星期假日，承天禅寺朝山步道就格外热闹有趣。看准假日朝山和登山民众多，步道上除了石碑和佛像外，更多的是摆设于路旁的小摊贩，从生活用品、山蔬野菜到凉水面摊都有，俨然成为一个小市集，与朝山步道原有的庄严印象恰成对比，却也提供登山民众购物去处。有着白色外墙、绿色屋瓦的承天禅寺，坐落在一片青绿的青原山凹处，地处天上山西侧。在民国四十年代由广清和尚所建，并在民国六十五年改建，才有现在峨嵬的面貌。雄伟的大雄宝殿内供奉三宝大佛，庙宇环境清幽，庭园优美，眺望视野开阔，绿瓦白墙在山林间特别醒目，蝉声诵音呼应着山林虫鸣鸟叫，自然优美。禅寺左侧的步道沿线是桐花最密集的区域，山区保留不少树形高大的原生阔叶林，油桐树散身其间，白色花瓣与绿色落叶，树底青色胎衣形成美妙的画意。
在四五月间，往往花瓣散落在绿色落叶及树底青苔之间，形成一处处的白色花毯，非常美丽。承天禅寺堪称是土城地区最著名的庙宇，信众极多。皇帝山又是热门的登山路线，使得每天往来于这条朝山道上的游客络绎不绝。近年在油桐花景加持下，承天禅寺更加的炙手可热。赏桐、朝山或登高的游人，将土城庙宇之旅推向高峰。承天禅寺与台湾诸多庙宇不同，长达900公尺的朝山步道，在炎热的夏季走来，对登山或朝山民众可都是一大考验。从人声杂沓的公路转进朝山步道，这条以石块铺设的步道一路缓坡上升，不远就是桐花公园牌楼。步道两旁绿木夹道，道路旁不乏石牌、石雕和佛像。带引出朝拜名山的特殊氛围。走过长长的朝山步道，右转就是通往火焰山、天上山、善习寺的登山路线。左转就是通往承天禅寺。承天禅寺入口就在前方。穿过山门，进入绿木扶疏，视野豁然开朗。转进建筑宏伟的大雄宝殿，一发彰显庙宇气派。在这里可以远眺台北盆地，视线内尽是一丛丛白色藤花，是新北市重要赏桐据点。近年来，土城地区另外一处赏桐景点，就是位在天上山的桐花公园，是北台湾知名的赏桐景点。每当油桐花盛开季节，上山赏花人潮不断。桐花公园停车场车位更是一位难求。桐花公园的范围包括石壁辽西流域、火焰山、南天母连绵的山谷为主，每年四五月份，满山盛放的白色油桐花，就如春雪覆盖群山，点点绿意装点其间，秀丽景致，美不胜收。土城桐花公园位在新北市土城区的承天路底，由于临近当地著名寺庙承天禅寺，附近山林又有各种茂盛的热带林木种类，
每当春夏季节来临之时，这里便会开满油桐花，放眼望去便是一片雪白。尤其步入其中，置身于桐树之下，那满布盛开的桐花缓缓落下，看起来宛若下起点点细雨般。如此的浪漫唯美，特别是在油桐花盛开的季节时，总会涌进许多赏花人潮。也因为如此，使得桐花公园显得格外热闹。而桐花公园内还另外设有清水木栈道、鹿看台、木炭窑展示区、泡茶休憩平台、观景平台、三角吊桥、立体爬网、萤火虫富裕区以及凉亭等休闲区。游客们可以在公园内从事多元的休闲活动。另外，每年的四到六月份，这里便是最佳的赏萤区。特别是每当一到夜幕降临时分，便可以看见成群的萤火虫宛若夜空星子般现身于此，将黢黑的桐花公园点缀得闪闪发亮。这画面看来有如置身于外太空般的梦幻迷蒙。建议您选个良辰吉日到此参访一番。这里可是作为深度自然生态旅游的好地方哦。从桐花公园延伸向周边的山凹菜园，处处可见油桐树生长。无论是近观、远眺皆相宜。走在路上，可以欣赏山头白雪似的花朵。来到近处，则似绿树上堆聚着雪花，景致美不胜收。漫步公园步道，可以欣赏落花。由于桐花公园内的油桐树大多高大直耸天际，赏花不宜站在近处，而适合从高处或远处欣赏。公路旁生长的木油桐树，少了争夺空间的植物，赏花最是方便。
不过由于油桐花期不长，大约只在两周左右，加上容易受风吹雨淋而落花，长花时间也会缩短许多。所以抓紧时间赏花是很重要的，否则会让您大失所望的。